选美开战，叻无师奶，纹身女争入围。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，左边天使，右边魔鬼。施主，选美本无事，美女亦非外，比赛嘅嘢缘分到，冠军自然会到。只不过贫僧有一事不解。啊，明明佢哋都同选美无缘噶嘛，点解点解要强求啊？阿弥陀佛！特别系佢啊，寻日 Feel TV 实放选美节目《美选 DNA 柴湾面试》，十一个参赛者一见到佢入嚟，我就即刻谂起。Why so serious？啊，仲有呢个啊？咩？你嚟买餸嘅啫系嘛？我喊不赢。啊，咁我觉得仲系中学生嘅佢，曾卷入裸照风波嘅佢，啊，仲有同小仪差唔多身高嘅佢，都应该系贪得意先嚟参加选美比赛噶啦。姓啊你？姓张嘅。张。叫我姓张。张张。系。嗱，呢一位就似有缘人啦，仲好熟口面添。啊，贫僧认得啦 ，J 界女神天堂鸟 Elvia 都有佢做女主角噶，做胸怀大志添啊，事业同事业线都极有睇头噶。真系唔熟，咁我觉得几有趣，因为佢比较贴地啲，系啦，咁佢唔限年龄啦，我觉得比较公平啲，即系真系选美咯，唔会话睇你嘅几多钱啊，或者你嘅学历。背定稿嚟喎，有慧根啊吓！不过呢一位有缘人仲有慧根啊，为咗真人 show， 男朋友都可以出卖啊！但要嗌埋出镜得唔得噶 ？OK 噶，都 OK 嘅。OK， 佢就 model， 你男朋友？佢唔系 model， 但系佢健身教。我健身教。不过咧，睇匀全场最有慧根嘅都系牛杂妹。系啊，佢都有份面试噶，仲好有份量添。即係雖然依家睇佢都未係好瘦，因為其實我係講緊一個月之前，其實我體重係130几磅。話自己啊已經努力減咗20磅噶啦，不過算啦，再努力啦。如果唔係啊，就要入魔鬼組噶啦。